南水北调工程建设，这个地方的运行，以及这里的移民工作，啊，我一直关注着。这个我代表党中央，感谢为南水北调啊做出贡献的建设者、运营管理者，还有我们这些啊搬迁的广大群众，啊，感谢你们啊为南水北调做出的卓越的贡献。为了沿线的人民啊能够喝上好水，大家就舍小家为大家，是吧？搬出来了，这就是一种奉献精神，一种伟大的精神啊！吃水不忘掘井人呐，啊，你们就是掘井人。衷心希望啊我们的父老乡亲们，啊，日子过得越来越兴旺，芝麻开花节节高。